要不然，他是怕他的同学笑他。笑话他？笑话什么呢？笑他特殊啊！学校里会有这种事情的。没有一个学生愿意被团体看成是特殊分子，连上学都要坐汽车。你说的也许是对的。当然，我们都希望他仅仅是因为这一点理由。 道凡，你也不要太敏感了。丽丽从小和你的关系一直都很亲。丽丽刚懂事，被红秀离开了家。这十几年来，你对她的关爱，不知道超过她的父亲多少倍。她一直把你当成父亲看待。可是她现在长大了。 懂事了，他开始痛恨我了。他认为是我破坏了他的家，使他失去了父亲。唉，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，不知道以后我们会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尴尬的情形中啊！博洋不在我身边。 掌柜的忙着呢，哟，长官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掌柜的怎么称呼啊？姓刘，刘金涛。哦，刘掌柜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您是？我是北平警备司令部冯司令的副官杨震。杨副官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刘掌柜的，我找您没什么事儿，不过。 我们司令倒是有点事儿。司令，我并不认识啊。你是不认识我们司令？不过我们司令可知道你？我可没犯什么事儿啊，长官，我向来是奉公守法、一劳奔食啊。刘掌柜的，是这么着，我们司令的母亲要过80岁大寿，想请徐悲鸿画一幅画，画马。哦，那好啊，徐先生画马那是一绝呀。 嗯，所以我们司令是钦点徐先生，一定要画一幅马。哦，是是是。可是我们不认识徐悲鸿啊，所以想请刘掌柜给我们搭个桥。嗨，让我搭桥啊？那冯司令直接找徐先生不就得了吗？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可是我们听说这个徐悲鸿清高的很啊，不愿意和这个有头有脸的人交往。所以呢，如果司令要是出马的话。 这事儿不一定能办成，所以就想到了您。我只是给徐先生裱画，从来没替人求过画，我没那个面子。不对。哎呀，刘掌柜的呀，越是您这样的人，这徐悲鸿还越给面子，说不定您还就把这事儿给办成了。哦，我们司令说了啊，别紧张，我们司令给钱。 哦，一分钱不少的，啊，该多少钱多少钱。对。哎，刘掌柜的，这是徐悲鸿的字儿吗？对。哦，刘掌柜的也收集徐悲鸿的字儿？我哪敢集徐先生字儿挂店里啊？我这是徐先生的手书，我找人刻下来的。看来刘掌柜跟徐先生很熟啊。 很熟，倒说不上，只是常去他家取画送活。我听说这个店，就是徐悲鸿帮着开的，是吧？是徐先生和几位画家画画义卖帮我送的。那这么说，刘掌柜的跟徐先生很有交情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找刘掌柜是找对。刘掌柜的，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
您干这个活是不是买卖？是不是？难免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事儿。您跟我们冯司令建立起这个关系，对您有什么亏吃啊？以后万一有什么事儿，冯司令替您说一句话，不就逢凶化吉了吗？那是那是啊。刘掌柜的，我看咱这事儿就这么定吧，好不好？这个呢是我们司令家的地址，还有电话，还有我们这个画上要的这个题款。对啊，马上办，越快越好。画完以后咱还得裱，不是？是是是啊，我们老太太的寿辰呢是下个月的初八，千万不能耽误了，好不好？对。刘掌柜的，那咱这事儿就拜托您了，我走了，走了啊。哦，对了，咱们这个地方负责的是王巡警吧？啊，对。问他好，就说我杨震问他好，有我在，他不敢找你麻烦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哦，对，麻烦您方便的时候呢，跟这个徐培红说一说，啊，他画画不也是为了卖吗？卖给您不是卖，卖给我们不也是卖吗？是不是？况且说了，卖给我们冯司令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对他有什么亏吃啊？啊，不是抬高他的身价吗？那是那是。您说我说这话是不是在理？对对对对。行了，刘掌柜的，那兄弟我就拜托了。哎，您慢走。好，慢走。留步啊。哎。不画不画。不画。金涛，以后你少给我拉这种事。徐先生，这不是我拉的，是他的副官找上门来，硬让我求您呢。哎，他为什么让你来求啊？他们还不是听说徐先生体恤我，他们知道徐先生不喜欢和达官阔人来往，说让我来求您，兴许您还能给个面子答应下来。请问啊，嗯，他们还真懂得心理战啊。切，锦涛啊，不是我驳你面子，这个冯司令我不认识，我也不知道他的为人，我怎么能随便答应呢？我的话一向送给我敬重的人，不管他是大官阔人还是平民百姓，如同我交朋友，不管他地位高低，我看重的都是他的人品好坏，你懂吗？这我倒是看出来了。所以呢，你为什么勉强让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呢？刘师傅，贝红一贯都是这样的。当初蒋委员长找他画像，托人说了多少次，他都不肯画。他真的不是跟你过不去。掌柜的，哎，画呢？钱我可拿来了啊！徐先生一口回绝了。你说什么？徐先生一口回绝了。这徐培红怎么这么不识抬举？啊，北平警备司令的面子他也敢撅？别说警备司令了，蒋委员长官大不大？想请徐先生画像，徐先生就是不答应。真有这么一号人啊！怪我当初多这一句嘴。怎么？前两天司令和夫人商量给老太太做寿，寻思着老太太这辈子什么也不缺了，干脆请人给老太太画一副松鹤延年，讨一个吉利。当时我在旁边，我说老太太是属马的，干脆咱就请人给老太太画一副马，是吧？现在北京城最值钱的就是徐悲鸿画的马，咱就请徐悲鸿给老太太画着一副马。司令当时高兴的什么似的，说杨震，还是你小子脑子快，就这么着，请徐悲鸿给老太太画这副马。当时我还提醒司令，我说徐悲鸿这个人不太好说话，别到时候不给咱面子。司令说那是别人，提我冯司令啊，他别说给咱面子，他得跑着来给咱画。我说那是，还是司令的面子大。司令说赶紧去办，这事儿小菜一碟，一定把它办漂亮了。我说司令您放心吧。哎，
这台阶让我怎么下？您要不跟司令报告实情？这北平这么多画家，再找一个人画不一样吗？完了，已经跟老太太说了，老太太高兴的跟个什么似的，就等着看徐悲鸿的马了，别的什么都不要。现在全家人就盼着在做寿那天把徐悲鸿画的马给挂下来。你说这啊，这现在不是把我夹在中间吗？不是，而且你一边去。刘老板，你说，你说这怎么办啊？一边是非要不可，一边是死活不给，这不是把我架在锅上烤吗？刘掌柜的，咱是朋友吧？啊，帮帮我这忙好不好？以后您要有事儿，您只管说，行不行？帮我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没有？这徐悲鸿他就不卖个画什么的啊？哎，对了，徐先生的画，在李新田的画店有卖。在哪个画店有卖？李新田的画店。太好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不就完了吗？咱就到这个李新田的画店去，只要是他徐悲鸿画的画，甭管是横的竖的，咱把它买回来不就完了吗？只要是马不就行了？你看，钱我都带来了，今天死活咱得把这匹马牵回去。马上带我去，好不好？快走！哎，我这还有急活呢。什么活比这个急呀？快走吧，刘小张子，接着弄啊！哎，好好弄，好嘞，师傅。嗯，这不是我放在李新田店里边托他卖的那幅画吗？是啊，卖了4000万法币呢。啊，太好了！我的一位朋友生病住院。正好可以帮他解决一部分费用啊！哎，买家让我裱好了，就求您提个字。提什么字？贺冯老伯母80华诞。这个冯老伯母是谁呀？就是那个北平警备司令的老娘。怎么又是他呀？金涛，我不是说过我不画吗？啊，是，这。人家在画店里买的，谁还能拦着不是？这司令都说了，说全北平画家的画他都不要，就要您画的马。他很赏识我，我很感谢，可以应应急了。但是他让我提字，我绝不提。我跟他仅仅是买卖关系，不是朋友关系，我提不着。什么？不写，那怎么行啊？哎呀，这可没辙了。您呢，就这么拿回去吧，反正是徐先生画的马。开什么玩笑啊！哦，这画上没字，回头司令问起我来，我怎么说呀？非露馅不可。好家伙，打着我们司令的旗号，愣没把这画耗下来，让他徐飞鸿给我们撅了。这往后我还怎么替司令办事儿？再有，你说。这买画的事一旦要是传出去的话，司令的脸上也无光啊。这可没法子了，这徐先生不写，你总不能找人替他写吧？哎，好主意。哎，就找人替他徐悲鸿写。您可真逗，就是替他也写的不像啊。那有什么呀？找会仿徐悲鸿的字的人呢？哎，不行不行，这种事让徐先生知道了。那肯定不答应。知道怎么了？徐悲鸿他不答应又能怎么着啊？来呀，跟我们打官司啊，跟我们警备司令打官司行不行啊？我们不怕，我们正等着他呢。刘掌柜的，其实这事儿你放心，徐悲鸿不可能到我们司令家去串门，他根本就看不见这幅画，这事儿只有你知我知。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咱先把这事儿糊弄过去再说。只要老太太一高兴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你看啊，会书法的人呢，你收，到时候你替我联系一下，找一个人，一定要写得好，写得准，写得像，写上落款，写上年月日，写上徐悲鸿3个大字，不就结了吗？
怎么样？哎，哎呀，这事儿总算是过去了。过去喽。对了，刘掌柜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，找的这个人一定要多给钱，但是一定要告诉他，这事儿绝不能说出去。一旦他要是敢说出去的话，我警备司令部的大佬等着他。大前兄，北虎兄，哎呀，还金香，你这是从天而降啊！静文，快，看看谁来了。哦，您是张大千先生吧？你好。你好，夫人，你我从未谋面呢。我呀，从悲鸿口中不知听过多少次您这位美髯公了。在重庆的时候，我看过您的画展，边看悲鸿就夸您，说您是融铸古今的大画家，是当代画坛中的李白呢。过奖了，过奖。不过夫人在悲鸿兄病重的时候，忘我的照料，这已经在朋友中传为美谈呐。你是找到真正的幸福，你看，他现在精神好了。眉头也舒展了，来，快请，来。在北平住在什么地方？目前呢，下榻北京饭店啊。过几天呢，就准备搬到颐和园的什么听力馆去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太奢华了。不过你一贯的放浪形骸、纵情挥霍，你不知道啊，在苏州的时候，他租住的是王世元，到了北平就租住颐和园，真是有帝王气魄呀。哎呀，哎好，谢谢。艺术家嘛，那是无冕之王啊。这颐和园他慈禧太后住的，我张大千也住的嘛，是不是啊？享受生活啊，要不然挣钱你说干什么呢？我可真服了你了。好了，赶快跟我说一说，最近你都到了什么地方？哦，光复之后你在上海举办了画展，是好评如潮啊，展期是一延再延，之后忽然就没有你的消息了。我呀，西康一游。你怎么想到西康去了？我既以天地为师啊，北方最远我到过朝鲜，西方呢，我总要涉足西域吧。大千兄真是走遍半天下呀。不，我行迹再广也比不得你游遍欧亚各国呀。不过我想好了，以后啊，我就步你的后尘，也要到各国去走走。不过今天呢，我准备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。哦，这是我收藏的金东新的《风雨归舟图》啊。哎，这图你不是喜欢吗？我就送给你。几年前他赠我董源的《西岸图》，就算回报吧。你这礼物真是太重了。我知道，这《风雨归舟图》跟董源的《西岸图》相比啊，无论从价值、年代，还有中国美术史的影响，都远不及董源的《西岸图》。大千兄啊，你我以画为重，不计较金钱跟名字啊。不过金东新的画乃古画中奇迹之一呀。真是太感谢了。快走，你先走。哦，对，我的87神仙卷失而复得的事情你知道？我听说了。我又重新把它装裱了一番，我想请你在画上提拔。好啊。这幅画呀，他上班的时候由我看着，在家睡觉的时候啊，就放到枕边自己看着。应该，要不怎么叫悲鸿生命？哎呀，
十几年前，我在你们家观赏这幅神仙图，当时我就认为非唐人不能为。后来我到敦煌临摹壁画两年，我对六朝还有隋唐的画风啊，我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。我现在更加确定，我当时的鉴定是没有错的。对对对，此画肯定是晚唐时候的作品。这是一幅世界级的宝物啊！夫人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先收好。在这上面提拔，我得想好措辞才行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这幅神仙图啊，与我后来收藏的顾闳中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啊，是当今所能见到的唐代人物画仅有的真迹。嗯，你我各持一幅国宝，天地间再没有比这更让人欣慰、更让人自傲的。大千兄啊，我想请你到北平艺专当教授，你觉如何？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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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！哎，我在南京当了一年的教授，我最后不就是挂靴而溜了吗？我当时已经到了广西，没有机会和你面谈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受不了那个约束。我在任的时候谨守你我的约法三章，我并没有过度的约束你。哎呀，这个教学呀，它就是个约束。它打乱了我的生活规律。你的生活规律是什么？没有规律就是我的生活规律。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，想画画就画画，啊，想游山玩水就游山玩水，啊，兴致所致。自由自在，这个当了教授，那我顶多就是个挂名而已啊。好啊，你说的好，那就封你为一个名誉教授。名誉教授？嗯。怎么讲？你不是怕按时来上课吗？啊，那你就可以不用到学校来授课。那怎么行呢？不面授机宜，那怎么能当教授啊？每学期你教学校两幅作品，供师生们赏析就行了。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？哎呀，再说那些学生娃娃看我的话，也就是个欣赏而已，他们未必能体会到我画中的真谛。不客气的说啊，我的作品呢，深得很呢，有我呢，我能参透大千先生的艺术吧？我给学生们开一个张大千绘画欣赏课。哎，北鸿兄，我真是拿你没办法，你真是，你总是会想出这种种办法把我套住。怎么样？答应了？哎呀，那你没办法呀。不过你北鸿兄如此热心美术教育，确实让我钦佩得很。你这样真诚的邀请，我哪敢推辞呢？好，张教授，本校长今天有一事相求。哎，这聘书还没来就要布置任务？留下墨宝一幅，你不是刚才答应教学校两幅作品吗？好吗好吗，那画什么呢？当然是你拿手的荷花了。现在就画？当然现在就画。耶！
是画八尺大幅还是善月小品？八尺大幅。啊，那太有气魄了。这才与500年来一大千相匹配啊。嗯，画立幅的，立幅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不要钱江的荷花，我要墨荷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浅绛荷花，我就依你，我就画一个水墨风荷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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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。静雯啊，这画荷花如同写字，字写得好，荷花才会画得好。嗯，这个画荷花的杆子呀，要用篆书。画荷叶讲究隶书回锋的技巧，那么荷花当然是楷书了。一会儿你看他画水草，嗯，就非得用草书不行。所以说画荷花有正、篆、隶、草四种书法技巧。妙啊！左上方的留白，给人一种清风徐来的感觉，一叶突起，迎风翩跹呐。整堂的荷花引颈相望，好好好。哎呀，这构思多新颖啊！不同凡响，真是不同凡响啊。哎，这个欧洲人对大千的荷花是十分的欣赏，若能看见他如何作画，那就更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那不行，中国制造的机密啊，是不能告诉他们的。北鸿兄，自从我见了你画的马，我就发誓此生再也不画马。哦，你的马呀，有深厚的西方解剖为支柱，嗯，又有国画笔墨的高超运用，更主要，我在你的马里面看出了一种精神，这个我望尘莫及啊！啊，哦，来，汤来了。嗯，我最喜欢北方的大白菜汤，是吗？真的，这个汤如牛奶呀！啊。大千兄是有名的美食家呀，常吃燕窝鱼翅。今天你到我们家来，没有什么好菜招待你啊。哎，我说的是真话呀，啊，这个孔夫子说呀，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把肉啊剁成烂泥啊，捏成肉丸子，啊，不就是这样吗？这可是孔夫子说的哦。是是是。那下次你来我们家呀，我还煮白菜粉丝丸子汤。好，一言为定啊。啊，来吧。嗯，我知道北鸿兄喜欢吃鱼。嗯，过两天等我搬到颐和园之后啊，我钓几条新鲜的鱼来，啊，展示一下我的厨艺，让你老兄尝尝正宗的川味儿。我们俩可等着你啊。嗯嗯嗯。校长，您看这老人的画像，毛发一根一根都能数出来，画得多细致。哎，还有那皱纹，这衣服的质感就跟真的一模一样，真是一幅杰作呀。这是最坏的画。毫无绘画情趣，最坏的画。而这些大师的作品才是最好的画。
我今天把他们拿来，是使你们引以为戒。同学们一定要记住，形式主义是泥坑，自然主义同样是泥坑，陷进去很难拔出来。同学们下课之后一定要认真的观摩对比，来提高对真与伪、美与丑的鉴别能力。同学们在这里不仅要获得笔下的功夫，还要提高对艺术的欣赏水平。眼高手才能随之高，固然了，眼高手低不足以成为一个画家，但是还有提高手的可能啊。手低眼也低是最可怕，眼低手必定低。同学们一定要记住。好，我们看一看你们的画。这幅是谁画的？我画的。你觉得这幅素描什么部位画得最好？我觉得最好的部位是膝盖。膝盖还没画呢。是啊，膝盖还没画呢。虽然还没有画，但是可以把它画得很好。这些完成的部位是不可能把它画得更好。同学们一定要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精益求精。你们的自画像都带来了吗？带了。哎呦，带了，带了。好好好好，来。哎呦，啊，怎么了，宋江？怎么了？我让人给打了。啊？谁打的？我今天早上出去写生，在东单三条胡同口看到一个擦皮鞋的，形象特别有特点，我就想悄悄的把他给画下来。可谁知道，谁知道他发现我画他，就把我的画抢走了，还撕得粉碎。我跟他解释说我是北平艺专的学生，这画人像是我们的作业，他不听，还对我拳打脚踢的。后来他们把我带到了侦缉队，那个侦缉队的头头还问我说谁叫你跟踪他的，你跟踪他多久了？我自然还是跟他们解释这一套啊，他们不听，对我是又打又骂的。后来他们从我那个包里搜出了速写本，看到了上面有好多写生，这孙才推推搡搡的把我扔出了大门。最后我走的时候，他们还冲我嚷嚷说，你以后放明白点，老子是随便让你们画的吗？你们北平艺专是什么东西？他们是什么东西？光天化日这样太欺负人了。擦皮鞋的那个人肯定是个侦缉队的探子，就让他算账去。算账去。走。同学们，大家的义愤是完全正当的，曾庆江受到的侮辱一定要洗清，我一定要认真追查这件事。不过现在同学们还是先上课吧。你说侦缉队那是好惹的？去！太不像话了！你们怎么办的事儿啊？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这是警备司令部交代的事情，你们也敢不干吗？胡说八道，不可能的事情！啊！待会儿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冯司令交代的，必须要马上办。我是徐北红，北平艺专的校长。啊，好好好。就这么着吧。徐悲鸿，请问您是画马那个徐悲鸿？对。您好，鄙人是冯司令的副官杨震，请问您有何贵干？我要找你们司令。徐先生，我们司令这会儿正忙着呢。您看这样行不行啊？有什么事儿呢？您跟杨某人说，杨某人一定替您转告冯司令。我要控告他的下属，我要亲自和他谈。哎，徐先生，您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先不跟司令说？请徐先生高抬贵手。我找你们司令，你拦着我干嘛呀？徐先生，
如果您把这事儿捅破了的话，轻者撤职，重者关个十天半个月，那也是说不定的事情。那是罪有应得，你们司令要这么处置还好了。是是是，如果您把这事儿跟司令说了，司令一定会重判，因为司令敬重您。徐健，来，您请上座。徐先生，我们也知道这事儿做得很不地道，但是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不得已而为之就可以胡作非为吗？是是是，您说的是。徐先生，您就看在我们冯司令和老太太对您的敬佩之意上，饶了在下吧。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呢。您不是为那幅画来的吗？什么画？给老太太做寿画的马呀。哦，你就是三番五次买画的人。对对，就是在下。刘金涛已经跟我说你在画店买了，他告诉我了。那刘老板没跟您提别的事儿吗？你在画店买画，我无权干涉。那个提的那提什么字？啊，没什么。那您今天来找我们司令什么事儿啊？侦缉队把我的学生打了。哎呀，好啊！哦，不，我不是说打人打得好啊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侦缉队怎么能把人打成这个样子呢？啊，这侦缉队太不像话了嘛！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嘛？而且是打您徐先生的学生，徐先生，打您的学生就是打我杨震的脸。不，是打我们冯司令的脸，是打我们整个警备司令部的脸。徐先生，您放心吧，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我这就带您去见冯司令。徐先生，请，请。徐先生，一会儿我们冯司令见着您以后呢，一定会跟您提画的事儿，您可千万别呛了他。为什么？我们司令一定会夸您那幅画那天在老太太寿诞上怎么光彩夺目，您就顺着司令的意思说，司令高兴了，咱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？您放心，我到时候一定替您严惩打人的凶手。经文啊，经文，回来了。哎，哟，怎么还买了螃蟹？从警备司令部出来，我就去买它，专门请曾景江吃这些横行霸道的东西。来，坐会儿吧。来，坐会儿。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这东西啊。是吗？所以要体会一下吃螃蟹的感觉。嗯。哎，看样子事情的结果还挺好吧？那校长亲自登门问罪，警备司令只能道歉，还说一定要严加处理。那怎么处理啊？明天那个打人的便衣特务跟侦缉队长到学校里来，当着我的面向曾庆江赔礼道歉。太好了，总算是出了这口窝囊气。师母，您说奇怪不奇怪？那我怕他们，他们呢怕司令，司令又怕校长。您没看今天警备司令给咱们校长又递烟又敬茶的，那咱们校长都拍着桌子骂他了，结果呢还说见着徐校长三生有幸。怎么只听汽车响，不见人上来？出了什么事情吗？怎么了？说话呀！你真要急死我呀！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要问我，我还要问你呢。今天下午发生什么事了？下午没什么呀。那童弟收拾客房干什么？啊，你问这个呀？我正要告诉你呢。谢志柳
不是家在上海吗？现在他每周要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两天课，没有地方住。下午吕思柏和谢志柳来家里看我，说起这事儿，我就说我家的客房都空着，要是实在没有地方住的话，就可以来我家住。他一听非常高兴，也去看了客房，很满意，说先租半年。毕薇，也是我平时对你体贴不够，他付你的房租，我可以加倍的给你呀。那怎么行啊？你为我做的已经太多了。不行，我是说，你这里不要让生人来住。生人？他是我们的老朋友，跟我们都很熟啊。可是他了解我们的近况吗？当初我千方百计帮你把这套房子弄回来，不是为你当房东开旅馆的，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安静的环境，我们随时可以相聚，不受任何人干扰。那你是说我托故让他另找住处？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你想，你亲口答应的房子也看好了，布置好了，你有什么理由突然反悔啊？再说大家都是老朋友，你怎么好改口啊？穷尽造化，探究人生。